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今晚再度收看同心卫视 KCTV 为您准备的湾区大明星。前两天呢，我刚好跟朋友在聊天，我问他说，你知道吗，最近湾区从7月1号开始有一个崭新的电视台在播放着台湾来的节目 724 Free of Charge。 他说怎么可能呢，丽蓉，这个世界上还有 free 的东西吗？ You are kidding。 我跟他说是真的，所以我跟他解释了一下同心卫视 KCTV 1.9 的由来，什么时候筹备的，它的运作方式，还有它现在播放的一些台湾什么样的节目。其实呢，我们有很多很 popular 的节目，像这个观众跟我们反映，像江湖 .com、 黄金夜总会，还有美凤有约，都是他们非常喜欢的节目。所以各位朋友千万不要 miss 掉这个724 Free of Charge 同心卫视 KCTV 1.9我们为您准备的节目。那么后来过了两天呢，我另外的朋友跟我讲了，哎呀，丽蓉啊，你知道吗，星期天晚上6点到6点半我们常常跟朋友吃饭，就没有办法看到你的节目，实在是很大的遗憾。问我说怎么办，我说很简单，今天晚上星期天6点到6点半的节目呢，我们会在下个星期天早上10点到10点半为您做转播。他又说了，Jennifer， 你知道星期天我可能要到教堂去呢。我说 No problem， 你只要 anytime when you are ready， 就只要 visit 我们的网站，我们都会给你 post 我们过去所有精彩的片段。但是别忘了，观众朋友，您到了那边看我们的精彩片段的时候，千万要给我们湾区大明星给一些 feedback， 给他们一些精神的鼓励哦。接下来让我们来观赏今晚我们的制作团队为我们邀请的三位大明星给我们做的表演。因为呢，收到很多观众朋友给我来的 email， 说想要听到怀念的台语老歌，所以呢，我们的团队特别情商，邀请到擅长台语老歌、来自中半岛的戴安娜洪文淑小姐，还有我们准备了《海海人生》跟给奥。好，现在让我们来欣赏她的演出。人讲这心情寒寒寒寒，较快活，唔通太认真，想着会惊。有人真故意，定定嘛是有人变卦。这人情怎样才看会破？人讲这人生海海海海路好行。唔通越头望望着的梦，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债怎样加减输赢？轻轻松松，人生路途阮来行，无人是应该永远孤单。要离开，笑笑阮无牵挂。人讲这人生海海海海路好行，唔通越头望望着的梦。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债怎样加减输赢？
人讲这人生，海海海海路好行，唔通越头望望着的梦。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这怎样计较输赢？轻轻松松，人生路度阮来行。无人是应该永远孤单，阮的欢喜有缘你作伴，要离开笑笑阮无牵挂。人讲这人生海海海海路好行，唔通越头望望着的梦。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这怎样计较输赢？这情这怎样计较输赢？这情这怎样计较输赢？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多高，吃好吃歹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你的手，我会甲你牵条条，因为我是你的家啊。阮将青春嫁伫恁家，阮对少年对你对甲啦，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比较重要？阮的一生献乎恁家，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回去的时阵哪到，我会让你先走，因为我会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咱若老，有心不惊你有孝。你若无聊，摕咱的相片，看较早结婚的时阵你我缘投。穿好穿歹无计较，怪东怪西嘛袂晓。心，我会永远记条条，因为我是你的家啊。阮将青春嫁伫恁家，阮对少年对你对甲啦，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有啥人比你较重要？阮的一
生幸福恁当，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你著让我先走，因为我会不甘看你。